从化的一个贡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周志斗主席的一些争议的事件。我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跟各位分享啊，一个人呢、很难得这个十全十美，一定会有一些瑕疵，那任何人都不例外。那这个周志斗主席呢，他也有一些人生的遗憾之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周志斗主席的第一件遗憾的事情，那就是说，这个争议事件的第一段啊，这个毛邦初这个将军的这个军购案啊，毛将毛。那我们在这个毛邦初，我们先来看一下毛邦初这个人哈。那毛邦初呢，他的这个他其实是国民政府呢在抗日战争时代呢，这个他刻意的栽培的一位飞行军官。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呢，第一张图是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毛将军呢在美国呢跟美国的一个军事采购谈的时候呢，跟美国的一个朋友在那边合照一张照片。那在他旁边是宋美龄宋夫人呢，他这个站立的是毛邦初毛将军。那另外呢，就是毛邦初呢，他这个最后军旅生涯的一张照片。然后呢，在毛邦初，因为他当时跟着这个八一四，我们现在讲八一四空军节嘛，那八一四呢空战当中啊。他也是四位这个大队长之一的，所以这是他当时呢在这个剑桥空军学校里头，他所驾驶的这个霍克三型战斗机啊，霍克三型战斗机，所以毛邦初呢，他其实呢，他是这个案子呢，他最早是在1949年一直到1958年之间呢、前后将近有7-8年时间呢，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之后呢。毛邦初呢，他奉命呢到这个华府，到美国去做军品的采购，所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讲这件事情，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毛邦初的一个个人的简历哈。那毛邦初呢，他的籍贯呢是这个江苏，他是生在江苏省的这个上海市啊，上海市。那他其实是浙江奉化人，所以大家知道说。他其实跟这个老总统蒋经国，蒋总统了，蒋中正先生，他其实是同乡哈。那不仅是同乡，因为他姓毛啊，各位都知道，我们经国先生的夫人嘞，经国先生的妈妈也姓毛，就毛太夫人哈。所以这毛邦初呢，跟这个毛太夫人呢，有一点点亲戚关系。有人说他是他的姑丈啊，姑丈。那有人说是非常亲呐啊，但是实际上是他并不是太亲呐，就。那边毛家也是大家族嘛，啊，所以是一个远房的亲戚，啊，但是呢，他的毛邦初的爸爸啊，曾经是担任过这个，蒋介石年轻时代的私塾的老师了，私塾老师，所以毛邦初呢，他是出生在江苏省的上海，而且生在上海市，那他最后是官拜空军的副总司令啊，副总司令，那总司令是谁呢？啊，总司令就是周志斗将军。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的总司令跟副总司令的恩怨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哈、啊，那在八一四这个八一四的剑桥这个这个八一四的这样一个事件哈、啊，他曾经击败过日本的军队了、啊，所以呢，当时是在这个时代呢，啊，他是在那时候是中国空军的一个英雄了 啊，但是。后来他因为军购案被撤职查办，后来就在美国去世哈。那毛邦初他是1904年出生的，他早年的时候他跟着他父亲哈在一个洋行工作，这个洋行呢叫做上海的美孚洋行哈。美是美国的美，那孚是那个漂浮的浮，但少个三点水哈。美孚洋行，美孚洋行呢，它叫也叫做标准洋行呢，或者是 Standard Oil，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标准。石油标准，所以是这个石油公司。那 Standard Oil 呢？它这间公司呢，它是美国一个大富豪，当时呢全世界第一大富豪叫洛克菲勒。那各位如果是到这个纽约去啊，还可以到洛克菲勒大楼去啊，这是当时的石油巨子啊，在那个时代里头是全世界的首富啊。据说那时候美国呢90%的石油呢都是洛克菲勒这个石油公司呢啊，它独占啊独占。但是洛克菲勒公司呢，它是在中国创办了一家啊，这个一家这个洋行，那当时在上海啦，在
在南昌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美孚公司，所以美孚公司如果到上海去，它这栋建筑可能也被保存住了，被保存住哈。那这个美孚公司呢，因为它是当时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但是呢，各位知道哈，美国在这个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呢，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因为在1929年呢，它发生这个发生了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经济大恐慌呢。所以罗斯福当主政之后呢，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对认为对财团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深痛恶绝的，所以他就决定祭出这个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所以呢，洛克菲勒当时他是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嘛，他这个他提供石油占美国1/10，就是说10%的石油都是美国洛克菲勒公司提供的。他也就变成了这个罗斯福总统了，要打击这个所谓垄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了，所以呢，当时呢，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他强力的一个指导之下，强力的督导之下，所以他开始大概长达15年的托拉斯跟反托拉斯的战争，那最后当然是总统派获胜了，所以呢，这个Standard Oil 就是美孚公司呢，他就被迫了分割成。大概十几间公司，就是他利用反托拉斯，台湾是公平交易法嘛，那在美国是反托拉斯法，所以呢，这个公司一夕之间呢就被政府打败了，所以他变成大公司变成小公司了。但不管怎么样，洛克菲勒在那个时代民国初年的他上海就开一家洋行，然后呢，这个毛邦初就跟他的爸爸呢在这个洋行里面工作，这样。到了1925年的时候，那当时毛邦初呢大概21岁，他觉得说这个国家非常重要，所以他就去投考黄埔军校，所以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第三期他是部科毕业，那是黄埔军校，所以他也算是老总统蒋介石总统的一个得意门生，那他在第三期部在这个黄埔军校第三期部科还没毕业的时候，他就去参加反桂战争了，就是参加讨伐桂系军阀的战争，立下了很多的战功。那毕业以后呢，他就觉得说这个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他觉得说他想还才学一些无线电，所以他就到中国的交通大学交通科技学校去学什么？学无线电通讯，学无线电通讯，还有学电报发报，那后来呢？所以呢，他就有这个电报发报的这个工的这个专长，那同时也知道无线电的这个通讯了。那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准备要建立空军的时候，他就被选派，因为他曾经在美孚这个洋行工作嘛，所以英文还说的还可以。所以呢，国民政府呢就选派他到欧洲去，呢学习空军学习空军。所以呢，他就先到苏联中山大学去主修空军中山大学主修空军。然后后来他又到意大利去学习这个飞行。听说呢，他深受墨索里尼的喜爱那墨索里尼也曾经写信给他了，写信给一个朋友了，那跟他讲说，这个毛邦初这个人这个不可多得了，说他这个飞行技术非常好，非常棒所以呢，他在意大利呢学空军的时候，他认识了墨索里尼，所以当他学空军回来之后，就回到中国来，的时候，刚好在1927年，他1925年初到欧洲去嘛，1927年回到中国来，但是那时候呢，正是北伐最后的阶段了。民国16年北伐最后阶段，大家知道北伐最后阶段呢，有一段时间叫宁汉分裂，所以武汉跟南京呢就分裂了，就是因为这个为了清共的问题了，所以宁汉分裂。那在武汉呢是比较跟共产党呢是比较同情的，南京政府呢是对共产党比较讨厌的，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央军校，因为他回来之后就回到中央军校去，中央军校就被分割为三个校区，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就是那后来他选择他是在广州的中央军校广州中央军校。那当时呢广州的中央军校他拥有9个战机的中队那毛呢这个毛邦初就在黄埔原先的黄埔军校这个地方呢他的这个广东的空军基地里面服役所以呢他可以说是第一批国民政府栽培出去，而且到欧洲去培养
的一个空军飞行员啊，培养的空军飞行员。所以呢，1931年的时候呢，这个蒋中正呢就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军校。那同时呢，在中央军校下面设了一个叫做南京中央航空学校，也就是现在空军官校的前身呢，叫南京航空中央航空学校。那毛邦初呢担任什么？毛邦初就在这个航空学校呢，担任这个飞行教官呢，担任飞行教官。那后来呢，中央航校呢，在这个剑桥，杭州的剑桥呢，成立这个杭州剑桥空、航空学校，杭州剑桥的航空学校。然后呢，这个毛邦初呢，他就这个加入了这个飞行跟通讯啊，因为他有通讯的专长，也有飞行专长嘛。然后这个空军官，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央空军航空学校校长是谁呢？校长就是蒋中正，副校长是谁呢？副校长就是毛邦初啊，毛邦初。但是因为蒋中正事务非常繁忙嘛，所以大部分的事务就委托这个毛邦初呢去担任这个工作。所以毛邦初后来呢，蒋介石认为说，他还是要以专职为主，所以呢，蒋介石就辞去了中央航空学校的校长。那辞去这个校长里头，就由毛邦初来代理。毛邦初觉得说，他代理这个中央航校的校长啊，应该很有机会当任航空学校校长啊。那是1931年，那时候呢，这个毛邦初还不到30岁啊，非常年轻，非常年轻。所以他当时志得意满，觉得说他一定是第一任的中央这个空军中央航校的校长。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事与愿违了。蒋介石呢接受了陈诚的推荐，我们在上一次呢曾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陈诚跟周至柔了，他们是保定军校的这个三剑客之一嘛，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呢，最后担任这个校长呢，却不是毛邦初，而是呢周至柔。所以周至柔呢就奉派了中央这个航空这个杭州剑桥航空学校的校的第一任的校长。所以呢毛邦初的这个心愿落空了，心愿落空。这是他第一次呢跟这个周知道他，但周至柔在那个时代里头呢，他算是空降啊，算是空降，因为周至柔是保定军校，虽然周至柔的年纪，比毛邦初大嘛，比方说，因为毛邦初在念黄埔军校的时候，周至柔就在这个黄埔军校当教官嘛，所以他就周至柔去担任这个等于航空剑桥航空学校的校长，毛邦初担任副校长。那副校这个航空学校有四个大队，有四个大队。在1937年的时候呢，1937年的7月7号呢，就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然后呢，为了统一指挥中国空军，所以国民政府呢就正式成立了这个空军总司令部。那空军总司令部呢，以谁当总司令？还是蒋中正自己干总司令，然后他设一个敌前总指挥，然后呢，谁当敌前总指挥呢？周至柔当敌前总指挥，敌前总指挥。然后另外呢，他另外呢，就是派了宋子文，还有派了一个7人小组，还有毛邦初到哪里去呢？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接受美国航空器的训练飞行，所以呢，所以毛邦初呢，就因此啊，接受了第一批哈，美国援华的这些，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霍克三型的这种战斗机啊，霍克三型战斗机，然后他就担任的，当时有四个航空大队。那第四航空大队就大家都知道高志航啊，高志航后来在空战当中呢去世了，在空战当中在洛阳啊机场的降要起飞的时候被日军呢击落，被日军击落，所以因此殉职啊。那高志航也是飞行技术非常高超，那毛邦初也是飞行技术非常高超啊，所以他们两个都当大队长啊。但是后来高志航殉职嘛，那毛邦初就在这个空军的新一代的第一代的空军飞行员当中了，就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啊，没有人比他更厉害。所以呢，毛邦初觉得说他对空军非常有贡献嘛。但是可是后来呢，这个空军总司令呢，也不是他啊，是谁呢？是谁干的？还是周至柔干空军总司令？那他呢？他是干什么？他干副司令啊，干副司令。所以呢，当然之后呢，他也兼任了剑桥航空学校的校长。不过已经是第三任，也就是他接替了这个周至柔担任，这个剑桥航空学校第三任校长。第一任是蒋中正嘛，第二任就是周至柔，那第三任就是毛邦初。所以毛邦初的军旅生涯啊，就一直在周至柔的后面，一直在周至柔后面，而且都是在空军里面啊，在空军里面。所以呢，对毛邦初来讲，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因为周至柔并不是空军出身嘛。我们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说，周至柔是陆军出身嘛，但是他非常刻苦耐劳，认真去学英文嘛，那是一个非常刻苦耐劳的一个将领。
1942年的时候呢，这个滇缅公路啊，因为日军呢封锁了日本人啊，封锁了大陆沿海所有的城市哈，击破了香港，占领了香港，击破了新加坡，占领了新加坡，又占领了越南啊，整个海岸线全部被日军占领。那所以呢，这个国民政府很无奈呢，就一定要打通滇缅公路。但打通滇缅公路的时候，在1942年的4月到1945年的10月，这三年的时间，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所以国民政府呢决定要走一条航空线，这条航空线是从印度的阿萨姆，我们现在呢在常常这个南投的红茶叫阿萨姆红茶，印度的阿萨姆，所以准备要从印度的阿萨姆到哪里，到昆明啊，建立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呢，因为它必须要飞越当时被认为是禁航区的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飞机呢是无法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所以喜马拉雅山被空军认为是禁航区，所以谁飞进去谁就一定挂掉。那喜马拉雅山呢，因为它并不是很平坦的山峰，它是高高低低，所以它说山峰的一个影响。而且当时的战斗机，什么战斗机，并不是现在的这个喷射战斗机，而是呢螺旋桨的战斗机。所以螺旋桨战斗机里头，它就要随着山脉哈，时高时低，时高时低，所以呢飞机只能贴着山脉飞行。因为在飞行的时候好像骆驼的风，好像骑骆驼一样，所以这条航线呢就被称为驼峰航线啊，驼峰航线啊，驼峰航线呢就被认为是无法飞越嘛，无法飞。为什么？因为这个航线太危险，它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嘛。啊，第一个要去飞这条航线的就是麻邦初。麻邦初呢觉得自己担任空军副总司令啊，副司令啊，他自己都不去飞，那怎么能够叫他的这个徒子徒孙去飞呢？所以麻邦初决定自己亲自飞。所以呢第一趟呢就麻邦初自己驾着战斗机呢，他就风载带着这个运输机呢，就从昆明起飞，然后飞到这阿萨姆。但是他是全世界里头第一个飞行成功，就驾着螺旋桨螺旋桨飞机飞越中印边界驼峰航线的中国飞行员。所以麻邦初这个人呢是可以说是这个胆大心细。这个中印的这个滇缅公路被封锁的这驼峰航线呢，就是由麻邦初来开辟的，麻邦初开辟。所以麻邦初呢，因为他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以后呢，他是先后到苏联去留学，然后到意大利去留学。刚刚提到墨索里尼看到他的飞行技术，叹为观止，他甚至写一封信呢，说这个人呢了不起，所以能够被这个外国元首肯定也不容易的，也不容易。所以当时因为那另外呢，有人认为麻邦初被蒋介石重用，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姓毛嘛，姓毛就是因为这个蒋介石的原配夫人这个姓毛嘛，就是蒋经国先生的妈妈毛太夫人但其实后来我们查，虽然有人这么说了，说他要叫蒋介石应该叫姑丈吧，姑丈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么亲没有那么亲。那不管怎么样他跟蒋介石他有好几个，第一个他黄埔毕业的第二是浙江奉化，然后第三呢他就是又跟毛夫人呢有一点点亲戚关系。那同时呢他又是军事航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飞行员嘛所以种种迹象显示呢，就是在蒋介石呢在选择空军总司令的时候，空军建军的时候一定会选择麻邦初，但是呢他却没有选择麻邦初，一直担任副手。担任谁的副手呢？担任周志德副手。所以周志德我们在上一之前呢曾经跟大家分享，在那个时代周志德有个外号叫中国空军之父但是呢在麻邦初眼里头他才是中国空军之父，因为大部分他是真正的真正的飞行员嘛，真正飞行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麻邦初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为抗日战争的时候他立下了非常多的汗马功劳。所以呢他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还是周志荣。那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的副司令司令呢还是周志荣。所以呢空军第一路司令还有航空署的署长他基本上就一直沿着周志德的脚步呢一直往上爬。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毛邦初在那个时代里头的一些重要的经历。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毛邦初为什么会去担任驻美采购的重任。我们休息一下，感谢大家。